服务900，由深美眼科医院特约播出。深美眼科医院开展眼科诊疗20余年，是梅州市二级公立专科医院、梅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院设24小时住院急诊服务，咨询电话2204330。风叫冷冷，今日两点长城群，有人放一开路，门上天阴节休忙开工出新站，罢工当条路，未上司发展数见分落。市场监督处喊人包围，天阴人包将进入医上秒了。三分秒早，此次数共三约同人，节目见开始，经常关注。风叫冷冷，叫点到无卡，大家好，我是人呐。今日系深思五区脱子人，七天见者繁荣至关重要。春节假期日出唔叫，按时唔就期入顺利复工复产，佢做马列忙醒神，一下来看啦。而喺广东梅州见者开发企业假期入，双足叫店，人工流转量就去几起些忙碌的呢。紧急安排，几顶板主要负责正在专控查人的生产，免有两只板轮转，从而确保线路板产品的顺利生产。产值每个班要出到1600个平米，两个班就是两个班出到3200个平米，一个班现在40个人。据了解，可以秋天过年的床头下，今年企业流窗仍然普遍增多，保证了节后顺利复工，但单相比起去年也有显著增长。16开工以来，人家的返厂率呢是比较高的，基本上达到96%以上，所以从而保证人家的现有的一些订单包货情况下满足市场的需求。那接下来一块呢，可能就会涉及到人家营业补充的一块呢，会就是因为人家订单不断的上涨而增加的一些需要的一些工作岗位。而去另外一家主打太阳能产品的企业，查人也是一片一火朝天的景象。机器只可以高速运转，新能源企业制定了新的计划和目标，加快推进新产品研发和新查人跟潮。人工李英同同事等表示，人值班上班以后，你那头因为光伏支撑的新生环节组，每日上班8点钟左右。看天这边有冇气旱啊，看高热天之类的。就按天这边一串动作。看有冇发一片，就把伊分好、分整齐来、整洁来就可以啊。去检查一下，一条冇不良的啊，然后就做好，就留下一下一条公司啊。一看就算一天啦、然后就200过300遍的都可以。记者了解到，一条太阳能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全量产业产量达到14万，可以从态势整体上好。我们复工率已经达到了100%。我们目前就是年前的订单呢，我们已经排到了差不多2-3个月了。我们二期投资是在500兆瓦，就是新产品这一块。那么我们老的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还是200兆瓦，那么年产值在6亿左右。目前正在广东梅州建设开发企业统筹做好建设发展同疫情防控的同时，各地企业纷纷投身恢复往年热闹，释放出建设蓬勃发展的信号。在目前来讲，是120来家企业基本上都复工复产。目前延期的整个用工人数达到了16000多，预计的话还缺工有2000多人，基本上是一些普工。预计我们今年延期总的一个总产值预计能突破90亿左右。接下来关注交通，单位上下班高峰期途经梅山梅树路的车辆川流不息，看地拥有者抗拒四行线中路层提示线，因为大通前曾经是一条典型的断头路，不过坦讲只是一条断头路经大通的，同市民带来十分太便利。梁老板去抗拒路可以引查入店，以百本机杀地，以往梅树路同抗拒路之间无法形成要靠陷阱，店门头的路就到一般出端头位，顾客等人经常讨好不到店的位置，也要用人的人实施的骨头先行人。以前在村里不方便，我停过一边空的都会让客人入来，所以要客户过来的话前面比较麻烦，要出去带啊非常的，今天就不是一条路通了之后就把土都塞回到位。
记者赵凤发现，该路段富春有皮严重后，丰都小河梯天有人，以及中岛的小溪上坡人流量比较大。以往出行只能够从主干道经过，免逢高峰期就容易造成拥堵。为解决热门题，每个基础人口设施肯定用周边套路改造工程，打通的全长342米、宽15米的市政套路，并提升改造及排水、绿化路等等附属设施，解决破损路面非常漫天的现象，让排水路同抗击路要好连接起来。而且单条路的打通，通道的天价的新坎行。路通的时候啊，过到下做的人山坡啊，或者深一两年，有的人山坡，他就一定就会过来。打一个就看到安尼点咩比较有特色。今下路打通的话，像对外等点咩带来的客人啊也比较多，然后像以前唔通，尿上尿下客人啊，一般话都会比较辛苦，然后像今下停车呀方便，路也好行。那这样可能大家接送小孩会比较方便吧？这样子，特别是老人家，如果能够抄近路过来的话，那就更好了。平时上下班的话，那个梅水路的车辆会比较多。如果打通了那条路的话，会减轻其他路的一些各方面的压力啊。啊，恁像今仔个堵样吼，可以绕啊，下出也可以，较省人的呀，就唔是吧？前面另外就带走一条路，之前也去上下食茶，叫小朋友啊，安上食茶，因为也有隔离在做啊事啊。今仔因为顶阵的平常做咩个防骗呢？大家就交通各方便。五十九岁太浦三河镇前检准人数机听数状，叫人从村干部岗位退下来，就喺本来可以过到安逸地，但系而退而不少，可以持家个人地步勇气赞助。而话中央嘅合用条款实现证书禁止，而希望持家可以先摸索出一套成熟嘅用住技术后，大量全面以下就中央嘅合嘅支付路。以前，记者跟着探索中来到李春一公里远的一处山坡后，记者在眼前的一两千口没有速同记者讲，而在几号松眼前种下的，每人是要数万人的皮料钱。去年，他从村干部岗位退休后，一直考虑用来用自家的个人赞助工资。每年挨两千多台位挨买皮的话，正常的情况下，可以10万块钱。十万块钱买皮，挨经挨收租啊，叫5万块钱。哦，5万块钱。还要从中啊，过三个班了。啊，养就要种啊，种就要带养啊。哦，没有办法，无安那顺法，安那就无利用利益的。有了想法后，他马上父子行动，请教同行同买些熟悉、好些掌握养猪的技巧后，就可过长途的养起生猪。应该说体质养猪，后面就每年噶，关键要买养法，然后咪就自家。将来慢慢的有点湿嘞。眼前一间房诶，却几乎靠养猪场，让开门梁就以地图诶偏可以看到，地图诶设置五只猪圈，其中两只猪圈分别饲养的十五条生猪，几只看到猪圈十分干净。听苏总讲，自从从苗红搞起呢一只自动喂食器之后，太太解放了劳力。一方三只过年过世诶，猪苗和听苏总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年生长。看到猪圈多诶，壮士喜迎的生猪，听苏总高兴地讲，再过些年，生猪就可以出栏嘞。听苏总讲，中央日下模式充分利用诶优素下环境，猪本系骨厚诶有机皮，作为个人皮料，生出来过唔单止质量好，也太太感受诶种植成本。接下来，吉吉话确系养出生猪诶规模。记者从高建铺门了解到，为加快完善全面探险设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探险休闲场所，提升市民体质同探险水平。计划以2021年3月5号到2021年7月5号期间，对梅竹山区梅竹梯桥至东镇梯桥江南片区沿河路段，人工四路至人工东路进行塑胶抛投建设，施工期间将紧急施工设施时要对沿河沿行道进行临时封闭。向过往行业按交通施抛指引同行。自从监督处喊人包围，其他人包将进入以上两流。接下二线人方站面向正道，抛烟抛石去助燃。师傅妙招，直至数公斤肉同人，莫行开广告过后将技术面播出。百家红木民企，千款家具任选，工厂直销。货真价实，欢迎品鉴交流选购，买红木
就到五华红木文化产业园。心里有家，眼里有江，东山新天地锦衣江南之后又一江岸巨作。梅江边建筑面积约36至319平，江景SOHO时尚 LOFT 天际大平层，270度领略头牌梅江之美。2021牛气冲天，年初一至元宵，网红潮玩民俗首座，要您玩转春节假期。美好热线0753222222。今晚广告的转到节目当中来。记者朝外讲起市场监督管理出了解到，市场经营主体承包现日来经营状况同企业变化情况承包工作已经开始。如果唔及时承包或者唔仪式承包，将影响企业嘅诚信同正信体系，甚至有可能被滥入系名单而影响企业嘅正常经营。以后了解下。根据相关规定，市场主体必须按年度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依期年报将会本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发票改为经营异常状态，从而形成不良记录，影响正常经营。为此，所有企业同个体经营户都要在时限内进行年度申报。将于明年1月1日至6月30日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报，按规定。公司即时信息应内报、次报、细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了解，年度报告是一则企业同工商经营户报送上一年度企业相关经营情况同一些变更信息，是诚信经营的重要载体，也是每一则经营主体应尽的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是企业纪律信用监察的其中一个方面。那么，年度报告包哪些内容呢？包括企业的股东转让啊，资金使用情况啊，还有纳税情况啊，还有一些动荡情况，都在一则年报里面体现出来，也是像上市公司的一则形式，更是我们监管的一则手段。不少企业反映，今仔系太司机时代，对佢哋来讲，年报唔单止系完成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也系企业诚信的体现。如果报送嘅年报出现虚报或者司机唔真实，会同企业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今仔年就科学信息时代，我以查询真系顶风一收，今仔有情况，今年有情况，有冇交税，有冇漏税，乜东西都一目了然。睇司机都有，对对对，顶下阵系。好处为什么大呀？也影响到自家一只嘅信用问题，所以投资到以后可能会投资会退款啊，参加一年嘅早投标啊，吼一些一年嘅创业甚至会拿黑名单使用，可能会影响嘅审判公司税务方面嘅信息、银行退款，包括可能叫我去外出坐飞机、高铁方面，就会产生各方面嘅安尼唔方便嘅判例。所以对于个人来讲呢，就影响性比较大。那么填报年报稳稳难呢？公司负责年报工作小针对记者讲，填报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平台，按照平台指引注意进行填报就可以。这个的系统的话，反正给他有指引，就一步步去把那公司所有信息的，同搭配的安排报表，报表的就对的税务啊，同其他的设计全部对的，全部来一申报上去，就我们的指引全部都可以操作。企业同个体户及时及时进行年度报告，唔但系义务，同时也可以用政府有关部门及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更好地服务企业。据介绍，在去年疫情期间，其市场监督管理局紧急年报所掌握情况，及时为企业、个体经营户和复工复产、六稳六保等做好大量的扶持服务工作。不少企业对政府部门和疫情期间的关心同提供的服务，深有感触。截至目前为止，金马钢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市场主体引爆市共有49269户，其中企业引爆市10999户，个体工商户引爆市38155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引爆市125户。来看下一条。记者以前可以神奇度假几成因劫战可同微床可了解到，春节过后因劫先而先人非在微床功能先接片前和因资料方炸比平时增加三四皮，其中用部分方炸是因为春节期间抛盐抛食非在熊照盐发日。
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国泰已因疫症中心集中的疫情而先人方在震动，而成分是一同泰家村者其人扶持去害要骨泰关系。泰龙社照同协商片年教泰拍社会也是疫情而先人的要因之一。这个患者呢，他本身比较肥胖，本身的血脂也是偏高，再加上春节期间啊，这个饮食方面不太注意，因为这个春节期间相对来说，这个比如说高蛋白的还有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啊比较多。实际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这个胰液啊，分泌增加，然后就导致这个胰腺炎。据医生介绍，大量验照容易黑边淡结石而出现腹痛症状的胰腺胰腺炎，胰腺炎主要分强腺同充腺两组。强腺呢也称为胰腺水肿腺胰腺炎，睇佢就醒起佢吃医学人。充腺呢系属于血液坏死腺比较外炎，容易合并其他并发症甚至小剧。嘅胰腺胰腺炎发生的初期系怎样嘅症状呢？胰腺胰腺炎啊，主要症状系就持续性的酸痛，一般伴有就腰部嘅风沙，以前就有胆囊炎，喺度胆结石喺度偏食情况下就高度怀疑。因此，医生提醒，当失焦时候出现持续性腹痛、腹胀同腹低反应症状时候，再检视到医院求诊。排除心血管疾病、鼻梗、心梗、心绞痛等疾病后，得到针对性的治疗。以免延误偏治，要强针胰腺炎、转冲针胰腺炎。清早就以为比较好，其实强针胰腺炎都容易发生的冲型呢，系唔治疗情况下可以。骨道管中可能会发展炎门，早晚剖验剖石同大量失焦会引发胰腺炎。医生介绍，一流饮食会增加胰液分泌大量增加，造成胰管同胰腔细胞堵塞同压力的状态，从而诱发炎症先发焦症先胰腺炎。因为这个酒精，这个也是胰腺炎的一个病因之一。酒精的话，它本身啊，它可以刺激这个胰液的分泌。另外一个酒精呢，它还可以引起这个痉挛缩手的话，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胰液排出。主要还是要预防为主了，因为呢，特别是胰腺炎呢，是可防可治的一种疾病。那么呢，其实我们平时呢，主要就注意两点，一点呢就是节制饮食，避免呢就泡饮泡食。第二呢，就是避免呢大量的红酒。以下春节既然过排，但是节后偏鼻肝、肠胃偏等也相对增加。既平时市民应该用来预防胰腺炎、胰腺炎的发生，节后要应该用来舒缓同消除连续失焦带来食车偏同肠胃不适症状呢。我们平时呢可以试一下，餐馆的中央的食车偏啊，其具有抗皮除湿为的作用。那么也市面上一些包火炎呐、包肌炎呐、包肌口服液的 A 类啊，还有一些恶性真衣炎呐，一直都可以选用。那我医生建议，可以在后段时间而过个对身体不适，最后能够到医院体检，可做一下 B 超、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方面的预防性体检，发现问题及时到医院就医。尽量化开支持 TPS 客户外发图，广大朋友都会热喷塔墙搞摇。对于太多市民来讲，上出阳光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是对于容易发奋过敏人来讲，上发要注意安全的。我哋后了解下。近日，记者来到梅山感染工人群楼，黄化凤帘木盛放，市民突然焕发而来，去暖阳下创谣送转折。记者观察到，唔少市民朋友上发系 T P 圈起嚟，进来看发呀，带，带的嘛，咩，室内。带孙的来，正好有蛮年开放。我细可能咩免疫力不大啊，就按你我头上怕，那落两手的话应该冇相关的。别人会发奋过敏，坐喺椅会有啲白痒啊。全结系发奋过敏多发热，其实可以因你皮肤可了解到。诶，建议前来超诊的偏炎症多，其中唔少都系因为接触到空气中嘅发奋而引起过敏反应。接触性皮炎、荨麻疹、管状皮炎、逆光性皮肤偏方炸肉周门诊炎者30%，其中人面部皮肤过敏方炸上升明显。其实发奋都是弥散到空气中啊，并唔系话你唔靠近自己就冇，就同尘螨过敏一样。因为等你知道空气当中就弥散有比较多尘螨，尘螨过敏的话根本困难避免的，发奋也系一样的意思。要么就唔识一只环境咯。一只就可以尽量避免。
医生话，化粪引起人体过敏系由于化粪内含有丰富嘅碳拍质，其中某些碳拍质成分系产生过敏的主要致命源。尤其要注意系，春天落叶，小朋友爱穿时间一六一度嘅。偏系以下对化粪过敏的适应呢，当为一个时候，皮肤腔就会出现一些因化粪过敏而引起破坏，或者系咳嗽、哮喘等过敏反应。比如讲，安尼六十一二六一。如果都是有营养素质的一类的，比较容易过敏体质了，因为等专业话尽量少去那种地方，因为好多去那种地方有发粪或者灰尘太地方，营养素质都是有加重现象的。医生指出，化粪症有明显的季节性，太多时可以查到过敏的化粪，可以要针对性的预防感受发病或者感染症状。因此，去化粪传播渠道的提高注意饮食、膳食碳排质高一两的食物，以及膳食鲜奶刺激性食物，容易对化粪产生过敏的人，尽量少去花草树木茂盛的地方。食饭要早，加什么子早？都是山药，好处多多。那么，今天杨小姐要不到位了。那咱不妨就用山药来做一款绵羊香甜、营养丰富的汤圆吧。首先把山药蒸熟捣成奶，又加入白糖、牛奶、糯米粉，一起踩成五颜色面团，再搓成一扎扎细羊球。接着煮滚一锅水，把搓好的羊球放下去煮，并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等在羊内煮到熟水之后，咱最后再加入红枣、枸杞同甲酒糟。再煮个两分钟就可以。这些来年黑色粉的丝滑细腻，口感香甜绵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好起来。好，那今天节目全由更多节目信息同观众福利，请扫描登录九六六微信公众号匿名码添加关注，再来向继续收看《讲牙啥》节目。好，欢迎九六六，现在不九点钟见。